在了解了 Hi-Hat 的基本构造之后，我们现在顺着它的运作原理做一些音色上的变化，并且把它应用在节奏里面。在演奏中，如果你把 Hi-Hat 踩紧了，我们会说这种音色叫做 Close Hi-Hat。关于把 Hi-Hat 踩紧的时候，我的脚跟会稍微撑起来，我会说这个姿势叫做 Heel Up。 当我把脚跟放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动作叫 Heel Down。 Heel Up Heel Down Up Down。 在演奏中，如果你放松 Hi-Hat， 当这两片 Hi-Hat 以一种摩擦的方式发出声音，我们会说这种声音叫做 half open。 再来就是要注意放开的时候的程度，如果放得太开的话， top 跟 bottom 这两片之间就不太会摩擦，我们毕竟要创造的是它那个摩擦的效果，所以放的时候不要放得太开，要去练习放的时候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。